9月12日，古巨基在香港为他连续六场的演唱会成功举行了庆功会。会上古巨基的情绪一直很嗨，平时只有两次 encore， 可这次却达到了三次，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结束。因为第一次尝试用音乐剧的形式做演唱会，所以一直很紧张的巨基，随着演唱会场场的成功放松了下来，连刚刚因为表演左手肘受伤也满不在乎，完全沉浸在兴奋的喜悦状态中。听个金曲演唱会最厉害的，我印象中是两次两度的 encore， 这次这个今天晚上三次的 encore， 我觉得大家那个给我的那个 magic 太大了，那所以今天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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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兴奋。对于这次的舞蹈，巨基认为自己有很大的进步，他表示相信只要有恒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，希望将来通过多多的练习让自己成为一个舞蹈高手。这次的跳舞啊，我老实说啊，觉得有进步啊，不只是我自己说，听到很多外面的评语，还有 dancers， 有一些 dancers 都跟我说，哎，这次比上次好，又有进步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在跳舞上面以前可能是跳舞跟古巨基很难联想，不过我相信如果是用心有决心有恒心的话，没有事情是没可能的。那所以我这次做到，那我希望继续往后。我其实越跳越上瘾，特别这次学的叫做 popping， 有一些机器人的舞步，又学了 MJ， 那都上瘾了。那我希望将来多练习，跳得更好。